外泄。无人机被操作升空，近几年群飞运用越来越广泛。国庆双十节、元宵节灯会都会请来无人机表演助阵。现在无人机群飞申请规格提升，因为操作方便，也带来潜在威胁。数发部推动民间业者电信技术中心 TTC 成立无人机资安实验室，商讨规划无人机资安要求，由 TTC 全程规划。 厂商只要提出资安检测申请，到检测实验室测试单位，范围包括系统、软体、通讯、韧体，再由 TTC 提交报告，进行报价检测，依款式8万到32万不等。比如说群飞的状况，2公斤到25公斤之间，它才要经过资安检验。就怕被运用在军事目的、隐私窥探，造成资安威胁。过去担心无人机被 GPS 伪造讯号欺骗，飞到公家机关或是机场等高风险区域。 基本上就是7分以上就是 critical， 只要完整检验，就像人体检验报告亮红灯，就代表风险比较高。检验步骤也分为威胁、建模，类似抽血建立数据；漏洞检测就是查出哪里有问题，像是照 X 光；渗透测试只是利用国外骇客攻击，针对弱点反复测试，最后影响分析报告出炉。 国产的无人机的厂商有在洽询当中，但是现阶段还没有正式有这样的一个受理。13家当然就是13家个别的无人机厂商没有错。TTC 成为第三方专业检测认证机构，未来也将协助国产无人机提升资安体质，布局国际市场，建立我国遥控无人机安全供应链。3新闻高冠宣、肖明高雄采访报道。